梁静茹战队挥花接力挑战。让我们看看学员都画了什么。这个是一个房子，就预示着我们是一家人，然后我们的年龄是最大的，然后我们愿意保护弟弟妹妹。哇，这是一个 Q， 然后这是一个装，就是说把这个 Q 拴在这个装上，然后就想对支持我们战队的朋友们说栓 Q。 这它不是一个 M， 这是一堆草，就是说在哥哥的保护下，我们这一些小草呢都茁壮成长，我们一起做出更好的成绩出来。就是虽然在这个队里年纪没有，就是比较小嘛，所以希望自己把热情然后带给整个队，然后我们队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个队，希望给大家更多温暖和热情吧。是个火山，因为我的名字是灿和火山，对，然后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像火山一样能够储备能量，能够越来越好，一盘惊人。他其实是个人应该能看出来哈，然后后面有几个点就是有很多人的意思，然后我想说在这个房子，在哥哥的保护下，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人越来越多了。画了一棵树，然后其实感觉就像是房子虽然说很坚固，但是旁边有一棵树也可以替他多分担一点，我们也想替哥哥们多分担一点。